丧彪这会儿酝酿着进攻，辣椒妹正活动着筋骨。卧槽，辣椒妹转身来了记飞踢，丧彪挨了一脚，吃了一个大亏。辣椒妹趁丧彪没有缓过来，又给了丧彪一记飞踢，真是铁打的丧彪。丧彪想要站稳，辣椒妹扯着丧彪刚做好的头发，借着弹力企图又一记飞踢。丧彪躲开后复制了辣椒妹的技能，也是一记飞踢。辣椒妹使出了扯屁股的技能，屏幕前的你肯定也想成为辣椒妹。辣椒妹踢翻丧彪后马上站了起来，辣椒妹借助弹力使出终极格斗术，这丧彪太惨了。这时屏幕前的你是不是想扶起丧彪？丧彪抱腿痛哭，辣椒妹感到了自责，想扶起丧彪道歉。辣椒妹想要壁咚丧彪，并把丧彪推开，想给丧彪一个拥抱，奈何丧彪不接受道歉，反而把辣椒妹抱摔在地。丧彪露出王者之姿，辣椒妹问丧彪穿多大码的鞋，又被踢了一脚。丧彪很愧疚，又把辣椒妹扶起来了，并让辣椒妹去对面柱子休息。丧彪又想给辣椒妹爱的飞踢，屏幕前的老王说想要换成自己，关注我下期继续。